这是包王最不想看到的视频，被何止无限霸王拳脸都打肿了。话说霸王遇到何老二这个混世魔王啊，也是真的没办法了，这个混世魔王就是要欺负霸王啊。霸王又再次被压进板边了，哎，生龙不中还被秀了一波木压脸，下 BJ 重拳然后反摇腿，很骚啊二哥啊，碰血了，再生龙跑不掉了。板崎良跟板崎有利啊，这两个人怎么说也是同根生啊，相煎何太急。好，跳心力放倒之后想压起身啊，何老二压得有点慢了，继续打牵制。好，跳心过来刚好命中，再次倒地，哎呦直接砍柴，打晕。霸王打何老二压力挺大的啊，一不小心就被打晕，打晕之后各种玩耍，哎呦这套下来不晕了吗啊。你挑衅吧啊！你看他也不挣扎了啊，放弃挣扎了。这一下好像又打晕，然后又想要挣扎，好像又不挣扎，就真的放弃了。哎，真的是过分了。好，接着点赞继续看。算问的啊，这把已经是，其实这把角色的话，老二还没有霸王那么好啊。再看吧啊，罗伯特来了。什么鬼，这么远来了一个骚梗，疯狂磨血啊，再给霸王磨一磨那个龟皮啊，龟壳本来很厚的啊，就是被何老二这么磨的磨薄了呀。打晕之后啊，直接踢死了啊，这一套下来。霸王有时候感觉打得很厉害的啊，但是一旦他破防之后，心理防御没有了之后哈，感觉被打成了人机啊，又来了又板边，疯狂无限旋风出不来的哈，这个巴波再次跳入，好打破防破，再继续旋风腿打接头，飞翔脚之后再升龙，哎怎么肆无忌惮还在那里升龙，霸王也是被打得有点懵了哈，不然好像刚才也有机会反打一套了呀，下期之后哈，有气刚好可以布阵的呀。懵了，慌了，又在肆无忌惮的旋风了啊，旋风腿了。啊！再一次命中，哎，这步剩下低挥空接必杀，好，这一下哎呦失误了，老二也是不太行啊，水平也是有点失误啊，最终的又是穿山，真的是烦人了、啊。好，关注学学不会走丢。